前就是阿丁也是有在那个法律上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哎，那之前就讲过说要请他吃一顿饭，感谢他，对，所以那天就是这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邀约。还有谁没有拍到？你可以挥一下手 ，Selina 就会看向你啦。我们就是，你知道，我们三个人其实常常私下合体的，对。但是我知道这一次很多粉丝们都非常的难过啊，因为我不仅在就是在那个社群软体上可以看到，很多人见到我都会说，嗯，我去年想说没有看到，今年想说要去看，然后或者很多人都是说当初喜欢我们的时候他们还太小，父母不准他们买演唱会的票什么，然后现在他们自己赚钱有能力的，就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钱买一场 SHE 演唱会的票，就都等不到。知道大家的这种对我们的爱，但是我就说了嘛，十八岁就是稍微给我们叛逆一下，但不用像现在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对我们有十八年的感情，所以绝对是我们还是相爱已久了。对啊，因为那天那个嗯。对，因为之前就是阿丁也是有在那个法律上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哎，那之前就讲过说要请他吃一顿饭，感谢他，对，所以那天就是这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邀约。前几天就是跟阿丁有聚会啊，那两个人是不是关系越来越好了、啊？应该是没有以前那么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其实我们关系一直都是还不错这样，然后偶尔也会就是会问候彼此。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吃饭？是因为之前就是阿丁在法律上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啊，也给我们很多帮助，所以本来就说好要请他吃一顿饭，对，所以就这一次就是这一顿饭就是感谢他。问一下，这次去纽约啊，有没有遇到艳遇？哎，好像有哎、欸，但是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就是非常喜欢夸，他们就是嘴巴都会很甜，很喜欢夸赞你。就也许你只是走路经过，他说哦 ，nice shoes， 哇、wow, ，I like your outfit， 就是他们就是很多方法可以各种夸这样。可是因为你知道，我都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在街上，